为了助力同伴前行，百万蚂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基石，隔空搭建了一座悬浮桥。对人类来说，小小的一个水沟，但对于蚂蚁来说却不亚于是天堑，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安全通过。桥梁长度只有区区几十厘米，但却至少需要上百万只蚂蚁才能组建完成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蚁桥。蚁桥是行军蚁内互助的一种方式，也是行军蚁们的捕猎通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蚁群不会考虑单个个体的死亡，而是以大局为重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。行军蚁遇到溪流沟壑时，还在其他的先行部队会立刻化身无畏无惧的敢死部队，他们会互相抱团，从悬崖峭壁边翻滚下去，爬到对岸后，一只只蚂蚁首尾互咬，形成一道连通两岸的蚁桥，让后面的大军踩着自己的身躯前进。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，除了动物，估计少有人能够做到吧。这个蚂蚁搭的隧道，大蚂蚁搭隧道，然后里面的小蚂蚁在搬食物。哇，这个场景很壮观，这个大自然真的太奇妙了。你看它这里过马路搭了那么长的一条，真的这个蚂蚁很不错。